哎，我走，我走，匪都来了。给马桶他们煮的小龙虾啊，煮熟了，现在给它打碎。马桶特别喜欢吃，但是这种直接让它吃的话，怕太硬，你知道吧？太硬的话会划破它的肠道。这一盆也不少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哎，拧上这个，好嘞，插上电，会不会把机器给我打坏啊？咦，我走，我走，匪都来了。咦，去救吧！哎呀，这出来的都是精华呀，煮好的汁儿啊！哎妈呀，马桶搁这舔呢，马桶搁这。走开！你得跟这边得摁住两，你摁着两边啊，摁着两边啊。好，打开看，行不行？还剩那么多壳呀？没事，这有壳很正常的，不可能没有壳。打的不够碎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想多碎啊，这就可以了。我这菜拿狗粮点，你别让马桶碰啊。啊，好，用挑壳不用？不用。马桶起来，马桶先别慌了啊。这是在胖东来买的小龙虾，看这家伙迫不及待的。你把上面舔一下吧，你把这上面舔一下，对，上面都是打那个小龙虾溅出来的那个肉汁儿啊。海鲜汁啊，应该叫河鲜汁啊。这不比吃生的强吗？马桶。对呀、啊，拿个生的往嘴里都是弄，你别扎住自己的爪子了啊，大黄。这好尖哦！我都说再打打，你不让打、啊。我一会儿把这几个这种的尖的给它弄，其他的都还好。好尖呢、啊，尖的我得给它挑出来。感觉应该也没事，狗狗也没那么傻。不傻、啊？你傻不傻吗？这个东西是特意给狗打东西的，平常我们这狗粮都要给它掺东西才吃，都不用给它挑了，还补钙的。这种特别尖的就得给它弄掉，你知道吧？这地地道道的龙虾呀，龙虾拌饭，马桶，龙虾拌饭呀，马桶。美得很，马桶等着，先不吃呢，马桶。哎，对，先不吃啊，乖乖，闻闻得了，先不吃，马桶，先不吃呢，马桶，马桶，我说你没，哎，马桶，先不吃呢，啊、嗯。够了，马桶够了，来吧，马桶，吃吧，吃吧，这你来。那剩下的是其他狗的分一下。哎呀，这是真香真鲜的是吧？嚼一嚼啊，这壳里面的壳就当给你补钙了，反正壳给你打碎了啊。这不比你直接生吃强吗？啊，傻缺。